अजनो लंबितभुजो गणकावदातो संकीर्तनैकपितरो गमनाय दक्षो विश्वम्भरो द्विजभरो युगधर्मपरो वन्दे जगत्प्रियकरो करुणावतारो कनकाजरदगच्छो निरासो नाचनेषु विगतोरबरबरो मरति कुन्दमनो हररातरुणवेषो निरापिताम्बरेषु स्मरामि वृतनि कुञ्जे राधिकाकृष्णचन्द्रो श्रीकृष्ण चैतन्य प्रभु नित्यानन्द शद्वैत गदाधर शिव सदि गौर भक्त वृन्द हरे कृष्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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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रे हरे राम हरे रा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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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हरे हरे।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offer my activities under the protect for now.首先，我向我的练习导师，也叫你的巴布斯特，是巴图兰的萨米马拉吉的，是巴巴的两号酒店牌，是格鲁格宾的马拉吉两号酒店牌，是南山，是巴图兰的纳林格山马拉吉的两号酒店牌，在我们整个卢班卢格的，是洛杉矶的导师酒店牌，现在所在就是维什纳瓦，维什纳维，啊，以三零二十一杠。三年是三团的为首的时候为什么我提拜这是三团的王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做苦行、他想要个儿子所以他来到这里呢他的愿望就实现了三团的王是主维什奴一个伟大奉献者他父亲名字叫 Patita 他品质非常高尚，自我控制，宽恕 ，forgiving， 也非常的啊、他拥有强大的力量，是一个统治者，是王中之王。有一天呢，他在森林中漫游。在父亲森林中他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看到呢好像像虚拟神一样他来到呢他面前啊，去呢询问他说 您是哪位呢你在这里干什么呢看起来您出身不凡、很神圣我深受您的吸引我有一个王妃但是啊，我还想您成为我的妻子I'd like to become your wife, 但是我可以成为您妻子但是呢有个条件条件就是你不应该干扰我的行为或是自问而且不要责骂我用粗暴的语言责骂我完全被呢、这个呢女子所迷住了那么他答应他所有条件很长时间呢他们一起享受生活但时间流逝之后呢他得了八个孩子但是每次呢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这个女子呢她把这个孩子呢扔到河中把他杀掉了这个国王非常恐惧了因为这先前的事前的约定他又没有说什么七个孩子已经放入河中都被杀他受伤但是第八个儿子呢当他想把四个孩子杀掉的时候呢这国王他非常不安了他说为什么你要亲自杀死自己的亲子呢你杀死了所有的亲子这个是罪孽极大的非常小心不要再犯了那么他说了我同意你所说的但是根据我们事先的约定我们现在的关系呢也就已经决定了这国王呢就困在那里无能为力了他说为什么你要杀掉自己的孩子他说我的名字叫刚刚恒河在天堂星球有一次呢有一个伟大的圣人穆尼在做苦行他的名字叫 Vasista 穆尼在梅鲁山梅鲁山
很美丽的森林在那里。这八个巴苏来到这森林中，进入巴西斯坦穆尼的 ashram 修院里面。当他们进入的时候呢，他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美丽的如意牛啊，卡马丁。其中一个呢，巴苏呢，他告诉他妻子说，这个牛啊，如意牛非常好，很神秘的。任何人从这个牛中取了牛奶吃，他身体不会变化，大概一万年。他的妻子呢非常美丽，他说哦，请把这牛带回去吧。我呢，我想给呢我的朋友，就是一个圣人的女儿，她一再再的请求这个巴苏。那么巴苏呢，是他兄弟中的第一长兄了，他把牛拿走，就把圣人这个牛拖走。巴西斯的穆尼呢，他当时呢在四处走动，在做苦行冥想。他回到自己修院阿舒拉里面，他发现呢这只牛不见了。他到处找，找到森林中，为了找到这只牛呢，他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他用他神通力量，他冥想这个巴苏呢实际上怎么回事。说呢已经被呢绑架了，这个牛被偷走了，拿走了。所以他们把这个牛拿走，很生气的。因为呢他要这个牛帮助他做呢 Vishnu 的往常 Vishnu 的祭司，他就诅咒他们，他们呢要呢在凡间投生呢。当巴苏呢听了这个诅咒之后呢，他们呢回到呢这个圣人面前，祈求他的原谅，请呢我们非常抱歉，我们会把牛放回来，请呢把您这个呢诅咒呢收回去吧。巴西斯特穆尼的这个愤怒呢不那么容易平息了，他不能够就此罢休，他说不行。但这就是恰当合理的这个惩罚，因为你把我的牛偷走这种呢行为呢这是恰当的惩罚。那么巴苏呢，巴苏们呢就非常伤心了，请呢对我们大发慈悲。他的圣人的心呢就软了，他说好吧，你呢在这世界上投生之后呢不需要活很长时间，马上就得到解脱。所以呢这时候呢他们就呢走到恒河面前了。那巴苏呢就走近我恒河在跟他丈夫说了，恒河女神，他们请求我，如果我能再次我一出生呢就结束他们的生命，那么他们呢在这个世界的时间就很短，我呢就这样照样做了。我跟你的跟你的婚姻只是为此目的而已，没有别的目的，现在目的已经实现了，因此呢我要走了。那么呢他说那第八个儿子怎么回事呢，怎么没被杀呢？他说第八个孩子呢是呢要绑架的那个 Vasistha 呢，他说呢这就是偷牛的那个，所以这个孩子呢在世间逗留的时间要很长，就是称为 Devabrata。 这个孩子名字后来一段时间后呢，恒河跟 Devabrata 就离开了，三坦努王呢有一天在森林中他见到了恒河女神跟一个小孩，首先看到 Devabrata， 他说当时有点感觉这是我的儿子，但他再次见他的时候他知道恒河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就是我的儿子。 Devabrata 也知道这是我的父亲，刚刚呢对他说
对国王说，我呢把这个孩子在天堂星球养着，他知道天堂星球所有武器，所有经典，从布哈斯帕提天堂之师那里聆听，他掌握巴拉苏拉玛掌握了所有武器，军事武器，他的培训呢已经呢完成了，请你跟他住在一起照顾他吧。三贪的王呢接受自己的儿子，把这个王子呢带回到宫中，那么互相非常依恋，他们从不分开坐，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走路，坐着，讲话，什么时候都在一起。有一天呢，三贪的王呢去森林中，很美丽的森林，在那里呢，他见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子，名字叫萨提瓦提，他又再次呢被吸引。他实际上请求了这个女子父亲来许配给他。他说他是个渔夫子女。他的服务呢就是呢渡船了就邀客渡船，邀船渡客了。他说我是呢娶你的女儿。这渔夫呢就说了。但是世间没有呢给我父母与我女儿般配的人，但是呢我有一个愿望还要实现。他说他的儿子应该成为后继就是王储了，也就是说他应该继承王位。毕什马萨那坦王毕什马就说没问题，我可以放弃。三坦努王说，三坦王看见了这个呢，他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想呢承诺了这点，他有点伤心，他回到宫中想了想，总是呢在宫中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他很沉思。Devarata 看到父亲的这种心态，他说那怎么回事呢？他父亲呢说了一些别的话，但是呢没有直接讲出来原因也就是他沮丧的原因，他没有直接讲出来。一段时间之后呢 Devarata 呢去见了这个马车夫，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马车夫见到这些，后来马车夫将这个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为什么 Devarata 他就这时候呢他去见了这个渔夫，跟渔夫说了，他说好吧，你的愿望是什么？愿望是呢我的孙子要成为呢外孙就是说呢成为呢王储，但是呢你是后继者，你怎么不把女儿许配给他？他说没问题，我可以呢放弃王位，我不想呢成为国王，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愿望，我有另外一个愿望。I want that. What about your successors? Those who will come on your from your marriage. 那你呢？你结婚后的子孙呢？那么他们可能会争王位吧？但是我承诺，我要做终身的终身的这个呢，遵守神。那他说，所有放神的时候。Bhishma， 他名字从此成为了 Bhishma。And showering flowers on him。他们是天堂仙人都撒下鲜花。Bhishma。To follow。So。这是一个坚定的誓言去追随坚定誓言。And he delivered， you could say， to his。那么国王他带着这个女子来到三坦的王，三坦王非常高兴，他的愿望全部实现了。他对毕什马爹说：“他说你要任何祝福，我要给你祝福。即使你呢，永远不会呢违背意愿而死，你决定你死期。”他给了这个，毕什马爹接受这个祝福，在马哈巴拉塔里面，我这个故事不讲了。因为呢，桑德玛拉之王提及了，桑德努比哈里基，加，桑德努库恩的基，加，哈里哈里波，哈里波。
一共鼓掌。